一记头锤把男人勒住，艾丽在一旁拿着手枪无法瞄准，乔尔用力一勒把男人脖子拧断，他喘着粗气看着艾丽，艾丽看着他也傻眼了。乔尔被木棍刺穿了腹部。时间来到三个月后，森林铺上了皑皑白雪，两人到洞穴旁过夜，乔尔用胶带把脱掉的鞋头绑起来，他让艾丽先睡觉，守夜的事情交给他。转眼来到早上，乔尔倒头睡在一旁，嘴里不停说着梦话，突然他惊醒过来，猛地起身看到一旁的艾丽，他已经守了一半的夜班，乔尔睡死过去，他从艾丽手中接过枪，下次有这种情况直接叫醒他。艾丽乖巧答应下来，寂静的森林传来枪响，鸟群被吓得飞到天上，乔尔警惕地看着远处，死亡之河还是没有人，他们就这样度过了死亡之河。两人往前走着，艾丽赞叹这条河也太蓝了，他看着河水说道，如果这才是死亡之河呢？乔尔闻言瞬间愣住了，他连忙取出地图确认位置，突然一群人骑马冲过来，乔尔想拉着艾丽跑路，他们被牛仔包围住，连忙举手投降。乔尔大喊他们只是路过，他把枪放到地上，领头男人放出猎狗，如果他闻到有人感染了，他们就会被大卸八块。猎狗疯狂狗叫着，他扑到乔尔身上闻了闻，随即跑了回去。乔尔让男人放过他们，领头人让猎狗去检查艾丽。显然艾丽没有被检查出来，乔尔也松了一口气。众人骑着马奔袭着广阔的雪地平原，这是一座用高大木头围起来的营地，守卫打开城门放行，里面宛如一个西部小镇一般，这里充满着生气。这时乔尔看到正在建筑的工人，他激动地大喊汤米的名字，汤米抬头看向乔尔，他震惊地往下走去，乔尔迈着步伐走向汤米，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此时能看出乔尔的年迈，而汤米还正值壮年。两人来到餐厅大口吃着食物，汤米和玛利亚看着他们，玛利亚表示如果不够的话还有，乔尔感谢玛利亚的款待，两人很久没有吃一顿好饭了，他希望一家人能单独聚聚。汤米看了眼玛利亚，随后握住他的手说道，其实玛利亚是家人。艾丽小嘴马上开口恭喜，愣住的乔尔被艾丽提醒，他嘴里说出恭喜的话语，脸上却看不到高兴的表情。汤米见气氛不对劲，带着两人逛一下营地，这里运作得很好，不能携带武器，也不能使用无线电，不仅有下水道，还有热水器和电灯。而玛利亚是这里的一员，透过民主选举产生，服务着300人民。玛利亚先带艾丽去房子洗澡，乔尔先和汤米慢慢叙旧。两人来到酒吧里面，汤米没怎么变老，他感谢乔尔还在乎他。乔尔阴阳怪气地表示这里还不赖，圣诞树和培根。汤米问起泰斯怎么样了，乔尔说道泰斯很好，他没有对汤米说出实话，艾丽只是他顺路护送的火营大人物的女儿。汤米说出往南边骑行一周左右就能到达火营在那的研究基地，但那里非常危险，有感染者和劫掠者。乔尔说道他们一起去很轻松能到达。汤米却说道他不能一起去。乔尔不乐意了，他横跨美国来到这里，他们当然能一起前往，汤米是因为规定还是玛利亚的原因不和他联系。两人因为以前肮脏的事情吵了起来，汤米不知道乔尔为了找他的这几个月受过多少苦难。汤米突然说道玛利亚怀孕几个月了，他现在怕得要死。乔尔只是敷衍地说着到时候就知道了。汤米听到瞬间怒了，Just because life stopped for you doesn't mean it has to stop for me. 乔尔穿起衣服来到外面，此时他又感觉到身体的不适，远处有个和莎拉一样头发的人，乔尔直勾勾地看着那边，女人带着小孩转过头来，可惜她并不是莎拉。艾丽洗完澡出来，她看到黑板上写着凯文和莎拉的出生日和死亡日。此时玛利亚帮艾丽捡起头发，刚刚艾丽看到了汤米做的纪念板，艾丽很遗憾玛利亚失去了孩子们。玛利亚回答只有凯文是她的孩子，莎拉是乔尔的女儿。艾丽闻言沉默住了，这多少能解释乔尔的个性，随后带着艾丽到放映厅。这时乔尔正在弄着坏掉的靴子，汤米拿着一双新的走了进来，他向乔尔道歉不该说那些话，可以原谅他吗？乔尔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有点太在意这个任务了。乔尔说出实情，艾丽有免疫力，他受到感染却没有发病。汤米转头看向外面，乔尔马上说着是他亲眼所见，那已经是几个月前的事情。汤米坐下来让乔尔好好从头说起。这时艾丽正在寻找乔尔，街上已经没什么人了。乔尔哽咽地说着所有事情，包括泰斯被咬赴死，曾经神勇无敌的乔尔此时也露出无助的眼神，他已经不是从前的他了。汤米必须带着艾丽走，现在的乔尔只会害死艾丽。为了弥补他们犯下的过错，让汤米的孩子出生在更好的世界，汤米比他年轻更强壮，他不能告诉任何人这件事，包括玛利亚也不行。这是乔尔最后的请求。汤米听完后也动情，日出他会带艾丽离开。乔尔终于放下心来，他
他来到艾莉房间，正想说话便被艾莉打断，如果乔尔想丢下他还出现在这里干什么。随即谈起了莎拉的事情，乔尔脸色沉下来，他不许艾莉提起莎拉的事情，艾莉根本不懂什么是失去。 Everybody I have cared for has either died or left me. Everybody fucking except for you. So don't tell me that I'd be safe with somebody else because the truth is I would just be more scared. 乔尔当即狠下心来，艾莉确实不是他女儿，他也不是艾莉的父亲。天一亮两人就分道扬镳，随即转身离去，留下伤心的艾莉。早晨汤米带着艾莉出门，两人来到马厩，艾莉难过的低着头，而乔尔居然在整理着马匹。他在30分钟前想通了，艾莉怨恨的小眼睛盯着乔尔，他有选择权，跟汤米走会更好。艾莉一把扔给乔尔背包，现在就赶紧出发，把艾莉推上马，随后和汤米告别，两人再次拥抱在一起。汤米取下狙给乔尔，两人出发前往研究基地。三枪下去，艾莉全都打偏了。乔尔笑着看着艾莉，他彻底对艾莉敞开心扉，教授着艾莉射击技巧。Squeeze the trigger like you love it. Gentle, steady, nice and slow. You're gonna shoot this thing or get it pregnant. It isn't gonna work. It doesn't aim right. You dick. 两人终于赶到研究所，附近一片寂静，门口也没有守卫站岗。乔尔拴好马匹，让艾莉拿着枪，两人小心地走了进去。大厅已经是人去楼空，乔尔看着打包清单，火营的人全都撤走了。忽然二楼传来声音，乔尔举着手枪推开门，居然只是猴子而已。他们看到两人直接跑掉。这时乔尔看向地图，所有的大头针都指向一个地方，犹他州盐湖城，可能那边有更好的设备。突然窗外传来人的声音，乔尔拿着枪靠近窗边，几个劫掠者正在巡逻。乔尔带着艾莉从后面出去，两人观察四周，小心翼翼地前进。他拉着艾莉连忙到马匹旁，刚想把枪放上去，忽然一个人冲了过来，他连忙躲开木棒，用力把男人撞到树上，一记头锤把男人勒住。艾莉在一旁拿着手枪无法瞄准，乔尔用力一勒把男人脖子扭断。他喘着粗气看着艾莉，艾莉看着他也傻眼了。乔尔被木棍刺穿了腹部，他顾不上那么多，连忙拔出来。此时男人的同伴也冲了过来，艾莉拉着乔尔上马，朝着身后的人疯狂开枪，跑出去一段距离。艾莉看到身后没追兵，应该是安全了。这时乔尔已经闭上了双眼，无力地从马上倒下。艾莉急忙下马扑到他身边，用手捂住乔尔的伤口，嘴里一直呼唤着他的名字。乔尔没有任何回应，艾莉难过地留下小珍珠。没有乔尔，他不知道去哪里，他什么都办不到。寂静的雪地，只有艾莉一人的声音。